Hello， 大哥，我系秋天，马来西亚系最热嘅一个国家嚟嘅，我哋嘅交通 system 系好捻尘垃圾嘅，因为呢个原因啊，我哋马来西亚系最多车嘅其中一个国家嚟嘅，我哋每次啊上车嘅时候啊，一定会被烫伤，唔系就系被热到，好似喺个焗桑拿咁样，好捻辛苦嘅。全部都系汗，所以我哋最紧要一件嘢就系电灯，就系黑镜。做咩呢？因为电灯可以隔热嘛，而系咩咧？就系你可以防止太阳晒到你。如果系早上太阳系好嘅，下昼太阳系死捻嘅，所以做咩我哋马来西亚全部人都会连黑镜，就系咁嘅原因啦。比如讲啊。你睇而家两点即系啊，而家细到我整个人都全部汗晒，你自己都睇，自己睇。所以如果你买一架新车，你冇连电得啦，恭喜你，你一定冇女朋友，因为你女朋友一定系着短裤嘅，佢一定氹胸嘅。OK， 而家嗬呢架就系我新买嘅车，我到而家仲未连电得嘅，所以我要俾你哋睇，如果冇连电得嘅后果啊，系点用碎恨。 好热，咁样嘅感觉就系我同你讲嘅，好似焗桑拿咁样。而家我好彩我系冇嗰个瓦，我 steering 系好热嘅，而家我系皮嘅。好彩我系着长裤，唔系短裤，所以我唔会被烫伤。如果系你女朋友就系咗嘅。第一件事就系要开冷气，真系冇用嘅。你睇我啱啱上车啫，因为佢系焗桑拿咁样焗啊，我嘅汗全部出嚟袋。 我而家开晒我嘅冷气，开咁大声，你可以听一下。都系冇用嘅，因为我马来西亚太热咗，所以我哋而家去电得电，去睇一下去了解一下电得究竟系几样，要喺马来西亚悭。同埋你睇嗰个太阳系细到啊，仲个皮肤都睇到喺度。如果你冇连电得嘅话，同埋最紧要一件事啊，就系我哋做呢一行啊，我哋喺路上嘅时候，都唔中意俾人睇到我哋冇私人生活嘅感觉，因为如果你冇连电得，就等于你冇连黑镜，所以出边睇入嚟啊，系好难。 清楚，你挖嗰个鼻屎啊，都俀人睇到一清二楚。就好似我有时啊，我晚上我想喺嗰个车做爱啊，都唔得吗？因为全部人都睇住我，我点样做？唔系，呢个系我私底下嘅嘢嚟嘅，我系俾你哋知道啫，所以你哋唔要同你人哋讲啊 ，OK 啊？答应我啊！其实而家啦，好多人啊，连电灯连黑镜啊，系因为佢哋惊俾人认到。就好似我身边有几个朋友都系，佢一年啊就系两三层，两三层系好黑，完全系睇唔到嘅。有时连我哋入边啊都睇唔出出边，但系我唔知道佢哋做咩要连咁黑，做咩惊人哋认到啦。系边个我就唔方便讲咁多啦，系咪？你哋自己去睇下，自己去睇下问下 ，OK？ 系，嗱你睇依家，连到咁黑，我怀疑佢一系连勇齐黑劲哦。你睇，我一睇我睇唔到佢，佢一睇就睇到我。佢喺度做爱，我睇唔到，我喺度做爱，佢睇到，公平咩？呢个系公平嘅，呢个世界公平咩 ？OK， 我哋到咗。 你係睇到我咧，所以做咩我今日要嚟呢度練黑鏡？係老細你好，你好你好，我係秋，你好。我今日嚟我係想練黑鏡，係就係合法嘅，就係 standard 可以冇？可以嘅，除非你皮膚病啊，包你就可以去整啲即係身體佢嘅規格。但係咩皮膚病嘅？係唔出汗。O K。但係我冇呢啲病，但有要連全部黑啊，可以冇？其實我聽講出邊有咁嘅嘢啦。佢哋有包三萬嘅，包你之後你黐黑曬，你包你三萬。就係一般嘅黑鏡未必係1000，但係佢可能係收3000。大概你有冇簽到3000？O K。佢就包你三萬。就係幾耐？簽到3萬。你點咗？你就係我做3萬，我攞個3萬俾嗰個電得電咧，佢就幫我還。如果聽講啊？聽講。O K 喎，但系我冇咁多錢嚟，點用咧？咁講你呢度係冇做呢啲包10蚊噶啦。如果係咁樣嘅話啦，我係覺得我要黐，但係我唔驚我中10蚊，所以係你哋都會做啦。如果係客仔要求嘅話，我都會做嘅。等陣彈入和打我一棒。好啊！ 有落面聽住噶啦，佢叫打我先打噶咋，真係有啲咁嘅嗜好啊，咁大個仔都未聽過。
OK， 其實我想問一下，如果是 standard 的價錢，我哋有最便宜的和最貴的都有，就是名牌嘢同埋冇名牌啊。So 如果是 normal 最便宜的是幾多錢？最便宜的呢個係300。如果是好的就是嗰啲紅外線啊、包細呢啲嘢都有，大概3000幾。哇，3800啊！哇 ，OK。我想問一下，呢啲又有黑色，又有好似反光色，又有啲藍色咁樣，係有咩分別咧？最分別嘅話，佢有啲係有。看得到的嗎？要做這個測試。你可以做給我看嗎？我有一天可以做給我看。測試房 OK 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所以這個是一般上很多人以為黑色就是隔熱的。OK。其實黑色是沒有隔熱的，很多人誤會了。因為黑色它是沒有一個紫外線和紅外線的隔熱功能。所以那些黏到很黑好像很冷型的，未必它是用便宜的貨。但是你以為是隔熱的。所以這個是現在我們這個最O K， 3800咯，所以佢呢個計數咧非常之高嘅，好似唔係好黑咁樣喎，係唔係好黑嘅 ？O K， 所以我做一個測試。O K， O K， 所以呢個係佢嘅熱度咯，到佢散熱嘅話，你可以放手去試下，邊個比較熱啲？哦，真係嘅喎，呢個係好熱。俾個空間嘅話，佢會散熱比較快，咁就點樣好？做一個測試嘅係熱過啦。當呢個測試佢受到呢個紅外線嘅風扇就熱轉啦。O K。如果用呢、這個，佢係直頭會轉咯。所以好多人會以為黑色就係隔熱咯。OK， 而家我睇到咁樣測驗啊，我一定係要攞呢、這個，但係我佢唔夠黑，我要好黑。我就係呢個色啊。呢個色。我就是要加兩層深層，如果我要做黑，如果你要加黑是可以的，不過如果你再加黑一點就會影響到你要揸車的視線咯。OK， 揸車的時候咧會比較艱難一點咯。OK， 所以我哋而家去黏呢一層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而家我好興奮啊！OK 啦，呢間啊真係好唔錯，因為佢係洗車店同埋連店都係店一齊，所以我連細店都仲有免費同我洗車，真係唔錯呢個貨，我真係好滿意。OK， 所以而家我哋行，我哋同老細打一個招呼先，拜拜，多謝老細。唔要幫我咧，咁撚事嘅咩？佢最好係睇到你啊，咁黑，我連咗黑鏡哦，忘記咗。可以開窗啊？唔可以，而家唔可以開窗嘅。連咗電燈唔可以開窗，因為我哋會驚影響到嗰個電燈嘅嘢。咁開門咯，就好似你覺得上高咁樣，你一定要開門咯。係老細，走先啦，拜拜拜拜 ，thank you， 拜拜拜拜。尴尬的时候要发生了，后面的人觉得，买一个 smart tag 多少钱啊？秒买 smart tag。